Thank you, thank you. OK, OK, OK， 谢谢。其实我送过他一个礼物，是一个项链，然后今天我想要送他一个手链，这样就成套了。那个人就是张安江。他再也不娶了。好，拜拜。色路。下一个东西呢是，我准备了一封信。我以前从来不写信，因为这个人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所以我写给了他。然后这个人就是胡彦涛。最近的话，胡彦涛就每天闷闷不乐，就觉得自己要离开了。我想去帮助他。这是我心里想对你说的话。看了，然后看就行了，不用念出来。看就行了，不用读啊。我希望的胡彦涛，不要因为一些事情而把自己最初的那个最好的那一面和本质给忘掉了。刘宇，这个是泰国钱，我选这个红色，因为我希望你越来越红。哇，谢谢。哦，国际友谊一线牵，珍惜尽管这段缘。你送我来，我送你，从此不是路人乙。Harry Patrick， 我送了吴宇恒四川导游券，送给 M 还有 Mika 的，招呼他们来四川玩。我希望出营了之后，还是一起吃个饭，一起叙叙旧。我的日本的 snack 什么秀？啊，零食零食。他没有理。元気がないから、もうちょっとなんかお菓子食べて元気。我。リルシ。リルシ。这个理由太好了。OK， 谢谢。我什么？哦，李老师竟然抱人了。啊。第一次是好。哦。我想给酷宇。哇！跳一个，跳一个，跳个 B。哎，哇！第四，对。OK。哇！哦，ありがとう。OK。送给 Santa。哇！不要这个。哇，太吓人了，太吓人了。No， 丹塔可爱。No， 哪里可能可可爱？他非常可爱。可爱？因为我很想跟他交流，但他的中文水平有限，所以送他一个能对话的娃娃。这个娃娃能讲故事，能读古诗。但是他太吓人了。No。我刻意和我很好 at Photoshop。我想给你 my art to him。哦。His name is Han。哇。Han。哇。Thank you。三多。I make for you。哇。哇。谢谢 brother。谢谢。Okay。Oscar, come here. Oh, this is for you. Wow. Whoa. Last one. 最近我可以交新朋友。龙耀 come here. 他是 Batman， 我是 Spider-Man. Oh. And Batman. 庆怜，你给了我很多自信，你让我心态变得更好。很高兴认识你 ，Spider-Man。Thank you， 谢谢 Batman。And Happy Birthday， 谢谢。送给你我很喜欢的帽子，希望你能喜欢。OK， 谢谢。Thank you。能把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送给我很喜欢的朋友，我觉得意义非常好。Nana Party 的朋友们 ，Come on。Nana Party。在那边的时候，我觉得开心的练习是。No good。但是 ，Nana Party 的时候真的每天开心，所以我想给大家 Nana Party 的
团队的礼物。走，我谢啦，画画。哇！哇！嗨，这是何少，谢谢。战党，谢谢炫耀，谢谢。艾金龙，哇！你，但是我觉得，走娜娜 party 的 MVP 是魏子越，谢谢。所以特别的礼物，特别的礼物，啊，漂亮，鼓掌 ，Thank you， 哈哈，啊，谢谢。下一位，他这个包好鼓啊！跟着兄弟走，吃喝全都有。我准备了很多我家乡的东西，一口大酱，我要，老好吃的这个蘸大葱。Ricky， 真朋友就是有我一口肉，就有你一口粥。我想送给所有人，我们家乡的特产，我们山西的老陈醋。放食堂，食堂放食堂。八一，我准备的礼物就是，哇，好东西啊！这个是，这个就放食堂，大家就想吃就吃，好吗？谢谢远哥，谢谢。谢谢泰国泡面，哇，泰菜，泰菜，李浩源，小川。I got it, man. Hey, Kaylin.